哎，乡长还没签名啊？那肯定再做。吴县长，掌声欢迎吴县长，我们第六都的县长。那接着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文化局局长张仲谋张局长，客委会副主委啊，也是我们龙潭乡子弟啊。好，我们邀请各位贵宾来请入座，还有我们李朝之李副县长，还有我们新任的我们的黄副县长啊，黄宏斌黄副县长，来各位长官贵宾，还有我们李嘉欣议员来请坐，叶发海乡长请坐，来各位长官贵宾，请坐，恭喜各位贵宾。桃园县政府客家事务局揭牌仪式活动正式开始。那么首先登场的活动表演是来中正社区太鼓队带来的太鼓表演，代表客家年轻族群的活力以及希望，掌声欢迎中正社区。